请你点五花豆。梅花刀乃是益爪花之梅的刀法之一，其法有劈、撩、扎、推、托、持、按、挂等等，动作灵活，刀法多变，布局交错，常有奇门突出之感。梅花之意乃是指开五路滚花连环，有生龙活虎之态，旋曲闪电之妙，飞箭流星之快，神出鬼没之奇。